后来很巧的，你看拍完了以后，他们就回英国了，这个内容也不在中国播放，是给外国的那个观众播放，所以后来在网络上突然找到，也是一种缘分，这个很新奇，而且那个时候呢特别珍贵的，所以我播放给大家看一下，可以了解一下，就是京剧演员怎么接受一些比较独特的训练。稍微暂停一下呀，因为可能还是有声音会比较这个是在哪个地方，也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京剧它之所以成为京剧，它就是海纳百川。待会儿我们再可以细说一下。我这个就是在演一个昆曲戏《连环计》当中的郭影探。三国，他是吕布手下的一名探子，就是间谍，一个探听军情，回来向吕布汇报。
擅长演喜剧的角色。他不仅精通英语啊，早期他也是一位非常励志的帝王，后来啊年长以后就特别对艺术方面特别钟情。你看看丑角的这种分类，差不多这些角色都是我演过的啊。你看，除了彩蛋以外，基本上都有一个白的这个图案啊。文丑的图案呢是比较大一点，武丑的图案呢是差不多就在鼻梁上啊，窄窄的这样一道。方巾是一般书生学生，袍带呢是官员啊，老丑年长的箭衣是一般这种公务员啊，学子丑一般是这种纨绔子弟富二代啊，茶衣就是这种茶官酒肆的招待。那么彩蛋一般就是演的这种剩女啊，剩女呢就是花样就比较丰富，那它有独特的一些技巧的这个玩法，那么包括吃火啊、顶灯啊。刚才我们是待会儿要想呈现一下吃火顶灯的这种比较独特的技术。那么因为店长说隔壁是加油站，你说这个灵活啊，这个存腿蹲啊，他这样一个目标一缩小，然后他自然而然他有一种喜感的一种呈现。那么如果你要演小偷的这种偷啊，他肩一拱，这个腿一提，他自然就我喝醉酒了，就是非用不醉人自自色不迷人。又把它拎起来。
然后啪，这啪两个动作一来，就代表这个下了马上拴在一个马桩上，就是很简洁，但是又很有表现力，就差不多。你台上各种各样的情形，包括你打仗怕落马，那就是一个筋斗一翻，你就表现从马背上掉下来，就是这种用法，就是特别的通过身体来表现。我觉得，哎，这个跟戏曲特别有这种异曲同工之妙。可能他对东方艺术可能有过一些了解，但是当时没有去做交流。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受了这个东方艺术的这种，他就通过一些角度，哎，他就把马的这种感觉表现出来，我就觉得特别好。因为戏曲舞台上特别写意啊，简洁，就是这个时空的转换特别的自由，基本上就是靠一说二语就把生活当中所有的场景都能表现出来。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大家通过一些装饰的转换，就比方说割了大印，它就是公堂；割了文房四宝，就是书斋；割了这个酒杯酒壶，那就是宴会厅。躺在上面就是床，站起来可能就是山或者桥。在眼睛往上一送，观众肯定能够了解到我这楼上下来了。这个门一开，换快递小哥哥来了，就是这个特别的这个简洁的这个，不需要这个台上搭台的，就完全可以来呈现，包括像摸黑呀、游泳啊，这个身体都可以来表达。我们下个月就有几个戏，就是要有摸黑，有潜水，就舞台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是看你身体来表达。那摸黑就是三岔口嘛，这个戏特别的经典，就基本上。语言很少，是有语言很少，但是就是两个字不会，两个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个夜晚展开这个格斗，里面还有幽默的这个表现，就完全是这种触觉、听觉甚至嗅觉，因为摸着对方的一只脚啊，你想一个行路的人，这个脚上棍儿应该蛮足的，就是这种表现。就完全观众，就是中国观众、外国观众，这个我们是做过很多实践，就在欧洲国家也演过很多次，就是观众的反应都很强烈，就这种语汇完全都能够呈现啊。对，那我们该动起来了，请小猪来打一下连枪吧。小猪在吗？小猪。掌声没有传递给他们。掌声在吗？哎，掌声听见了，听见了才出来的。就是这个连枪棒，反正手诀那个连起来会比较丰富，比一般的广场舞会比较丰富。看哪边合适，对，下面都可以，好，或者你距离更近一点，好，带我耍起来。
唱很多这个传统的一些内容，然后边打边唱，然后展现这样的一个卖唱的这个艺人。还有有红人要愿意体验一下这种事情，各种转啊，这个都可以，这个要体验一下。啊，没关系，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这个都可以试一下。这个如果觉得稍有点难也没关系。那还有一种功夫就是叫素珠功。素珠功就是这个有一个佛珠在这里，就是也是一个小和尚，他就是憧憬他普通人的生活，就是这个戏，有时候碰到师傅总是要警示一下，就是双下山，对吧？前面是那个思凡，后面下山就是一个你，一个小和尚，就都是他们不是自愿出家，就前一段身体有一些问题了，家长就会把小朋友送入宫门，希望通过修行能够让自己健康起来。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呢，有时候到了一个青春期，自然就向往这个不同的生活。这个戏也是昆曲的一个比较代表的一个剧目，那么它也是这个佛珠的这个表现力也是很强的。他在向往他未来的生活的时候，想到夸张的时候，他就转动这个，那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主要的安排环境。
就是很有意思，这个你但是不说，可能我们普通人不知道，哎，这个蛤蟆其实它有内在，就是这个动物到了一定的时期，它需要发情，它就会做出某一种生理的这个反应。那么它跟这个小师傅这个时候的年龄段，它是契合的。那么我们还有别的一些戏，包括待会儿我们会展示一下海子宫。那海子宫它就是一只蜘蛛，你看蜘蛛它是一团，然后这个手伸出来，这个手伸出来，这个腿伸出来，就像一个蜘蛛的一个形状。那么昆曲还有个叫羊骨汤里面啊，一个妈妈她吃了那个毒药以后啊，身体这种扭转翻滚，就像一条蛇在那儿这个扭曲一样，哎，它就是走的一种蛇形。那么像时迁，古上造时迁，他去道家，他就是会那个走那种壁虎的这个行动，因为壁虎爬到墙上，这个就特别的那个轻松，哎，就是很多这个老前辈就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啊这种动物也好，虫子也好，他能跟这些角色的表演联系起来，就是特别的具有一种暗喻，或者是说一种意象在里面。这个我也是觉得这个艺术源于生物，高于生物的一种理解吧。可以动画，可以说了。OK， 那就店长是热爱艺术的店长，我们要谢谢这个店长。我们请小夫来展示一下这个底灯啊，这个也是他这个戏川剧是比较早有的这个戏，所以我们也是向川剧向秦腔学习过来的啊，然后这个进行了一些转化，然后变成这个京剧舞台上的一个戏底灯。那就是这个。应该说是一个丈夫吧，好赌，这个在外面这个耍钱，这个老婆回来说教训他，你就把这个家弄得一塌糊涂是吧？你男人不好好当家，这个所以就罚他，你把这个灯顶着，刁难他，这个而且灯这个不许掉下来，而且还要做各种比较难的这个动作啊。那么我们请小杜来展示一下。男的因为头皮这个搁在上面，你做很多动作，他有时候出汗了打滑，这个很难，这个哎，包括他刮头刮到什么程度都有关系，就是他不是把剃光头吗？刮到什么一脸的，你瞧着。
钱的好处哦。好，
经过特别的训练，我说这有的时候腰疼躺不下去。但是我觉得这种形体的表达，其实我觉得不仅是京剧啊戏曲，我觉得其他艺术里面我觉得都能够用得到，它都可以来进行这个举足的创意啊。你猜猜你是吃饱了还是点门槛？先表示两句话。点门槛就是比方说我们在武打当中这个脚啊或者是脚受伤的表现疼痛，他也可以拿着自己的脚来表现一下这种痛苦的挣扎，然后有时候表现喜悦，他也可以拿着这个脚跳来跳去，表现他的一种雀跃的一种心情，只是根据这个戏剧状态的这个不同都可以来定义。但这个就比较难，如果不是从小训练的，就很难来完成这个动作。点门槛，你先来一个，然后这个先来一个，然后呢，如果连贯的跳，就是应该能够跳个。今天天儿有点冷。平时在舞台上大概先不连上，要热身一下。平时在舞台上有招20个、30个也可以跳的吗？有时候就比方说他脚被人家踩了一脚很疼，他也是一种情绪的一种表达。有时候今天我们在这儿做游戏，我有一个基本功能也可以很雀跃的这种跳来跳去。的确很难，但这个就是很惊人在舞台上。我们有时候在外国演出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技巧很特别，有时候想学，但又这个很难。的确，因为你这个腹肌不达到一定程度，你这个腿吸不上来，然后你这个腿容易踩到自己的腿，所以有一个外国的朋友，他又想学，他就嘿这样子。我觉得你也能表达一种这个喜剧的这个效果，是吧？它就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对，就是我们有一出戏叫《时迁偷鸡》，就《水浒传》里面时迁呢，他上梁山之前住在一个朱家店啊，朱家店里面这个店主呢很势利，因为时迁那个穿的很差。服装啊，或者就像乞丐一样，这个店主呢，这个看不起他，所以这个时迁也是，这个前面忍的，然后到了半夜里，这个店主有一只金鸡报晓的一只鸡，很好的一只鸡，说打一斤叫一声，打两斤叫两声啊，但是就是需要这个干燥，然后他点着了，就是燃烧会很好。然后就卷一卷，我们把它卷成一个像那个像那个什么，像那个一个冰激凌一样的这样子啊，然后点着了，就代表这是一只烤鸡，火烤鸡，还有那个鸡脑袋，独占鳌头，鸡翅膀，凤凰单展翅。鸡屁股后军都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名堂，你来呈现一下这个啊，需要什么？这个不需要，他表现轻鸡，我们就直接表现这个吃鸡。吃鸡，我先吃这个鸡翅膀子，凤凰单展翅，好名堂。嘿，香啊！真香，真香！待会儿我们中午就每人吃不吃？再吃这个啊，鸡屁股，鸡屁股，后军都督府。
好名堂。哎，吃啊吃啊，嘿嘿，哎，真香啊。要从小开始训练，但是刚训练的时候就紧张啊，害怕。你看这个条幅，要要吞进去。其实它的原理就是你送到口里面，你只要嘴闭上，但是你不能吸气啊，吸气容易把火吸进去，就是闭上。因为它需要这样子长时间的吞着，这样子就代表一个猪主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刚才小猪已经有一些展示，我们再展示走几下这样的。打个拳吧，啊，不用完全打拳，你就走过来走过去，就是这个展示一下这样的一种武大郎的王英啊，就是他会我们表演的时候会这儿装一个假的肚子，肚子一装，他就会真的像小人一样这样的啊，猪猪一样的，就是这种控制力它是比较难的，特别需要一些这个肌肉的这个控制力。这个我们叫三抬腿，就是练基本功的三抬腿，然后慢慢的这个。
不战胜足的项目，他特别是在应该是福建的齐天寺啊，看到一尊斗战胜佛的佛像以后，他就觉得特别的震撼，他就觉得这尊佛像跟他多年研究，包括他想象当中的这个齐天大圣特别的吻合，他就请画工把这尊佛像是临摹下来，一直带于上海的家里，他是每天要供奉，要打坐，然后在佛像前冥想，这个沉肩坠肘啊，含胸拔背，拢腰收胯，曲腿藏刀。他这个每天家里面有四面镜子，他说四面镜子一放以后，他就各个角度都能够来看自己这个形体是不是这个跟他想象中的那个孙悟空的那个造型特别的那个接近，像这个动作呢，就是他流派特别典型的，这个叫蹬羽，就是孙悟空不是那个驾着筋斗飞翔嘛，这个他就是表现他驾云飞翔的一个通过这样的一些形体来表现他所理解的独特的这种斗战胜负的这种样子。我们来表现一个孙悟空这个吃桃啊，吃桃而且他会用到很多的这个这个形体，然后我们也会走一些正派比较独特的这个放在前面啊，放在前面，正派独特的这个身段，就正派它是南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表演的这个流派，身体它已经区别于其他的一些表演流派，就南派、北派。差不多北派的这个孙悟空的表现基本上就是以武生的形体为基础，也差不多会用到这样的一个点缀啊。一般这个武生你看这个他啊丁字裤啊，这个比方说这样的一个顺风琴也好，然后他稍微点一下腿，然后稍微扣一下背，然后本来这样的他就是孙悟空的一种形象啊，就是基本上借助武生的这种形体造型来表现啊，是比较挺拔的，也是比较帅气。然后正派他就是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一种形体，他的可能很多的这个关节啊，包括手足头的，它的一种，包括腰里面的这些东西，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这个适合于悟空系的一种表演。我觉得它是有超越，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一种形体，所以它有二拳、三掌啊，这个雕掌、扣掌。然后这个卷拳，这个螺拳，像海螺一样，就是一种螺拳，就是提炼的特别的怎么说精准，所以形成了它独特的这个艺术流派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我就来表演一个孙悟空给你看。
尊一人享用。俺同意王不教，才高才子令之深感无道。有酒在此，贫穷将你与你下来。千变万化，在这里。